看到每个汽车上都有一个话筒。就是你们在健身的时候，在晨练的时候，一边晨练要一边唱歌，唱的歌昨天已经发给你们了，一起唱，合唱一首歌。这两声吧，就来好。达到80分，算合格。这是什么？这话筒在这儿啊？倒立。我要电动的。好，等一会儿再弄，等一会儿。往两边，我要刷。站两边，站这边。坐在这儿吗？可以换器械。你们觉得这个器械，你们唱一下。快点呗，你们。你们可以换器械唱。起床气很严重啊！我这个不行，这快快快，不行。开始。嘿。来来来，对。开始啦。我们的歌巨难，我都没听过。怎么会？宝强别睡觉。我得小心点。你那个对话怎么反了？哎，我这个，我没事。哎，好，行。你喝。我。宝宝，丢帽子，丢外套，快下去！那完全不记得。他们赢了，陈哥力气那么大，欧弟从小就练那个。奏起，太好了，奏起。宝贝，这首歌我很熟，王心凌，我陪我。啊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把爱多说一点。Yo, Cindy baby, yo.又喜欢就是唱不出来。
Cindy Baby。是因为没有词儿，所以就。他会唱，他不唱。我们俩不会唱，情情可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会唱，你唱。让咖啡跟香槟。好困。我不会唱前面。欧弟，我跟你说，欧弟，这个时候没所有人睡不着觉。OK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发跳，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你听我一关，听我一关。我比一颗帅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鼠标丢外套，就是在哪再丢不到，丢外套就是在哪再丢不到，天使丢的啊丢掉，天使不加税啊丢的分数再全丢掉。爱的多，爱的少，只想越跳越高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。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等我，不带你不要，我也不要，我要是飞机好。好压抑。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是我在想你。如果你半夜被手机吵醒，那一定是我会心天上一无所求，有心我只是想相信。把命保住，要把命豁出去。baby 游到了 ，baby 疯了 ，baby 的水深。拉出翔了都，队友们，看看你们的分数到底是多少？80。
好了，来，红队准备，加油！如果你在哪个饭店，阿姨，你是我的想你；如果你在那手机，那就是我关心。常常想着人着我着忘了怎么着。一直就一句话，一点，就一点，一点。我这角度看，一直在喷口水。好漂亮一点，来，就一点，一点。我这角度看，一直在喷口水。现在红队的成绩出来了，85，85，99，七十。Sorry, 请各组。